把你们热情拿出来，用力的欢迎我们文青创作才女魏如云。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魏如云。冷吗？你们会冷吗？不会，对不对？心很热，是不是？第一首歌年代有点久远，但应该是你们认识我的第一首歌吧，《蝶恋》。已经只是无可厚非的暧昧，就静静地停在那瞬间。有的只是精彩可期的遇见，这份人伪装虔诚浪费。拥抱不再足够掩埋值得选，就像侵犯把手藏入柜。亲吻不再限于灵魂的沉醉，就不要与我放下成见。层层叠叠，圈圈连连，伤难免，伤到位，缠缠绵绵，是情是难，欲要的罪。Yeah.
一首歌《蝶恋》是我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大家有没有保暖？保暖好。有。你就是我的小太阳，是说我吗？谢谢你，你们也是我的太阳，因为呢，我不会冷哎、欸，可是我流鼻涕，但是我不会冷哎、欸。好，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都有穿好衣服，把口罩戴好。哇，我看到我的名字了，嗨，云林的朋友是吧？有没有从外地来的？举手。有一部分哦，那在地人呢？在地啦。那其他人呢？就是其他人。好的，好，实在是好冷哦。你们会冷吗？不会，因为底下很多人嘛，对不对？好，我也不是最后一个歌手，等一下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艺人的演出，大家就是今天晚上好好享受在这个氛围里面。好，接下来我要唱的第二首歌，可能会有人觉得这首歌稍微陌生一点点，因为这首歌是大概我在四年前的时候去马来西亚拍了一部电影，然后在电影里面唱的一首插曲。那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你就可以上 YouTube 找这首歌，然后再搭配着当时的一些电影画面。我在里面演呢，是演一个听不见的女生，所以我都没有讲话。有啦，有后面，我爆雷，算了，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因为呢，我为什么提到这首歌？因为有人跟我说他很想听，然后我记得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有看到这个电影，居然在电视上播，在未来戏剧台。自己捕捉到自己是有多骄傲。好，我要唱第二首歌了，这首歌叫做《听说》。如果我能有一次耳听，
是，可是我们窝在一起是不是还蛮温暖的？对，好，就是在全世界都进入这样的疫情危险之下，我们还能够有这种，对不对？我们还能够在这户外听着歌，戴着口罩，虽然是戴着口罩听着歌，但是我们心里面也都觉得暖暖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些活动，不过是在台北，12月26号我会在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演出，如果你有空的话，你不妨呢，现在拿起你的手机，你可以 follow 魏如云 Queen 魏的，我有 IG、Instagram， 然后还有脸书、Facebook， 然后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频道 ，YouTube 频道就是会放我平常呢吉他自弹自唱的 cover， 对，如果有兴趣的话，然后觉得我唱歌很好听的人，现在就不妨追踪一下，好的。因为我要进入我的第三首歌了，这个第三首歌呢，就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希望唱完之后天气依旧晴朗，因为这首歌有个魔咒，就唱完之后就会有一些天气的状况会发生。对，对。然后这首歌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很开心，就它现在已经是一首在 YouTube 上阅览人数已经破亿的。一个影片的一首歌这样子，那非常感谢大家支持这首歌。然后，对啊，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大家还这么喜欢，真的是 Thank you everybody。然后在这边，先跟大家拜个早年，新年快乐。今天几号？今天18号，再过没有多久，我们就要跨入我们的2021年了。我们终于要脱离2020年了，对不对？我们要进入新年，要有一个你知道保持盼望的一个态度。讲到哪去？好远哦，可恶！好，进入2021年，用这首歌经典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今天冷冷又暖暖的一夜，好吗？那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大声唱到我听见，好不好 ？OK，Let's go， 听见下雨的声音。想停留着倾听。
家门想想森林青春能遇的你牵你爱也装着舍得光阴享有着心事的一盏邀请后台就取个。